我们正亲眼目睹主的各项奇迹，他的福音正传播到世界各地。弟兄姐妹们，就像主确实已鼓舞更多传教士去服务一样，他也正在唤醒更多善良诚实的人，启发他们的心智，使他们敞开心胸来接受他的传教士。这些是你们已经认识或将要认识的人，他们就在你的家中，住在你的社区中，他们在街上走过你的身旁，在学校坐在你旁边，或在网络上与你互动。奇迹正在发生，而你们也是这奇迹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不是外套上别的传教士名牌的全部时间传教士，现在就是在你的心中写一个传教士名牌的时候了。这名牌正如保罗所说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。而反向传教士们，把你们以前的传教士名牌找出来，但不要别在身上，却要放在你们看得见的地方。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成为他手中的工具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这奇迹做些贡献。